OK，let's go。好簡單嘅啫，行出嚟。好啦，咩遊戲咧？就考你模仿能力嘅，好簡單嘅啫。啊，你聽得明？你聽唔聽明廣東話先？聽得明係嘛？好，好簡單嘅啫，好似我咁樣，擘開你嘅左腳，擘開你左腳，冇錯啦，擘開你嘅右腳。然之後坐喺度扎個馬，哇，哇勁喎！然之後手指向天，哇，出聲，哇 ，OK。好，攞住啫，兩隻手，第二隻手我呢度，冇喐，冇喐，冇喐啊，冇喐啊，冇喐啊！嗱，我食個飯先，轉頭翻嚟揾你，拜拜。果然唔足啊 ，very good， 好，很简单的啊，很简单啦，我会帮你啊，不要那么大汗啊，我会帮你啊，拿着，指着天空，不要动，然后呢，高一点，然后呢，你站在这里等我，我很快回来啊，不用走快啊，不要走快啊。很厉害，很厉害，他学雷的多啊，非常好。啊，你知不知道站了多久啊？不知道，一个多月了。给他掌声鼓励好不好？我喺你面前咧，会攞只鸡蛋啦，你望住只鸡蛋，你都望到佢系咪？好啦，转头咧，我会同你玩个游戏仔咧，你估下佢喺边度，估中咗咧，我就会送礼物俾你噶啦。OK， 好，预备，一。二三在哪里？这里，哎，没错， very good， 给你掌声好不好？第二次了， OK， 预备，一二三在哪里？都在这里， very good， 估中了两次了， OK， 好了，今次我会快一点了，好了，其他小朋友仔、大朋友仔，我们就不要出声，不需要他，好，第二次，预备，一二三在哪里？哎呀，估錯咗啊！點算咧？今次我係慢少少噶啦，慢動作，一、二、三，邊度？都錯咗啊！哎呀，咁點算嚟咧？做咗兩次，啱咗兩次，做兩次即係打個和喎，咁決勝局咯喎，嚟多次啦嚇，準備，一、二。三喺边度？喺边度？喺呢度？喺嗰度？啊，冇错啦，喺呢度啊嘛，系啦。今次咧，我哋估个容易啲嘅，消失的鸡，好唔好啊？消失的鸡，好嘅，预备，一、二，哎，唔系喎，争紧啲嘢喎。鸡咧，鸡蛋咧有啲唔同啊，鸡咧有只手仔咧，同佢握下手先啊。佢话你好啊。OK， 好啦，今次我想同你一起做呢个魔术喎 ，OK？ 首先咧，鸡鸡咧坐住喺度先。好啦，我呢度有块布，我同你一起变走佢，好冇？一起做呢个消失的鸡，好简单啫，用呢只手仔攞住，咁样攞住个布，咁我咧就会攞住呢边噶噃 ，OK？ 我攞住呢边，好啦，咁鸡仔咧就会摆喺前面啦 ，OK？ 咁而家咧，我哋慢慢攞高块布冚住鸡仔，慢慢攞高块布，高啲，望住鸡仔，系啦，冚落去。咁落去，好啦，問題時間啦。呢個魔術叫消失的乜嘢話？雞。消失的雞，好，消失的雞，冇咗啦。好唔好厲害啊？你變走咗啦，俾你，俾啲掌聲佢啊。咁雞仔喺邊啊？呢個問題就係雞仔去咗邊咧？答啱咗就有氣球啦。唔知係嘛？呢個魔術叫咩名話？消失的雞。係啦，消失的雞，所以雞仔咪消失咗咯。OK， 唔緊要，我整氣球俾你，俾啲掌聲佢先啦。